拄仔好，咱有当拄着三时代来普及个经验，啊，了解着咱人咱人个百体由咱形成甲百体结合，啊，结合百会了后，啊，咱个身体百体啊恢复着大自然，但是人性呢爱有一款个归宿成就，所以了解着即个因缘，咱来好好来把握，啊，咱。伫即个啊，佛祖发句经内底，那伊嘛安尼讲，讲那生人百岁，无了解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离得解了之。食百外岁，几百岁，啊，毋知影讲咱以后人生究竟要归属倒位啊？拍算存遗憾，来伫世间，安尼来只行一撮，安尼敢若讲来。高山啊，无来得到报应来顶，真遗憾。啊，今仔咱大家拢得到报啊，咱了解慢慢道理，咱探讨慢慢咱明理，咱会当知足，哦，咱会当欢喜心。哦，咱伫上一个现实的话，伫后下身躯边的老爸是大人来讲，伊今年95岁啊，身体算也真强，啊，但是呢。走路、身躯动作方面，较无遐尼啊顺，较无尼啊顺，啊变作挨挨杂杂。这个肉体用95年啊，行无啥方便，安尼挨挨杂杂，安尼爬楼梯也无方便。啊，以前会当公园行，即马也无法度。啊，后下坐喺云顶，要4公里安尼行。以前20分钟、25分钟行30遍，即马要行30遍，就爱40-50分钟，还有啊艰苦一寡。我心怀你想讲，我听人出大苦，照顾起来，你吼已经五福临门啊！什么系五福临门？咱知？好好。电费收，富贵，因囝做点传书，啊，伊下边烦恼食穿，啊，介高尚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康宁，身体真健康，比阮老母足好足济哦，阮老母。中好12年，爱请人服侍，老爸照顾伊个身躯，比陪伴伊，照顾伊个足好啊。电脑话拢阮老母拢安尼，足安宁个，足康宁个。哦，下边爱爱杂杂，安活过了，经过活过了，爱知影讲心情非常。啊，老爸毋是，即摆拄着安尼，迄个较不如意，安爱爱杂杂。啊，康宁过过来好点。伊个后生拢会当去外国开放兼到办事，天公立德，伊生起来足欢喜，伊拢真欢喜，吼、哦！啊，佫过来善终，真好过身，安尼叫做五福临门。生起来，阮是八十大人，伊就会当得到遮个即五福临门，啊，但是伊都挨挨杂杂。人真正修有念个吼，亲像咱个二秀大仙。迄晚吼，吵讲的时阵，真含，啊，甲内底的气、内底的温柔煞抽起来。护士小姐讲：“阿伯啊，你薰了我食较济，我了哇，10年我食薰啊，哦，啊，结果伊讲温柔拢掉伫气内底，啊，抽含足艰苦呢。但是人伊真正有修炼道理，道理力量真好呢，吼，人伊练到吼。”人伊安尼足悠哉，悠哉啊，体会互你听，甲咱拢袂听共款，拢无可能一个真厉害吼。所以这拢是咱人的一个理念关系。所以孔老夫子伊则安尼甲咱讲，伊讲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今仔日咱若早起听着真理天道，了解着真理天道的宝贵，大道的尊贵来讲，道尊地贵，咱安尼。无啥物遗憾啊！哦，佛祖伊嘛安尼讲：世人世间难，生死事代。但是咱为起了拍拼，去趁钱，啊去做义工，去做善事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毋知影讲咱自身个尊贵，毋知影讲出离生死苦海，自身也变成是永远伫六道轮回。安尼福有啥物可贵呢？哦，亲像。即卖个小姐抱一只迄迷你猫、迷你犬，迄就是过去收了真好，啊，但是毋知即自性，毋知本性，
会出离神志苦海，啊，得到真大个好报，啊，好报着，哦，因为咱人的祖先贪嗔痴三元恶来做，啊，所以修烦恼就一定爱透过真理的洗涤，开启着咱的智慧，把咱心中的三恶贪嗔痴来扫除掉，哦，恢复着咱道准智慧的一个本性。咱要学啊，在这个学习当中，愈学习愈探讨，愈感觉倒落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倒落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深深感觉这个生活界落伫咱的心肝内。哦，咱要学时常甲陈贤分享到咱这个啊生活界，就是四圣地甲六道啊。这个四圣地六道，拢是伫咱这个佛堂当中，咱自性的佛堂，咱随时去到倒位啊，佛堂对咱到倒位啊，咱的自性化出来做出来，就是佛堂。因为实相实法界伫咱心头内，什么叫做实法界？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，叫做四圣地。啊，六道就三善道、三恶道。哦，三善道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罗；三恶道就是地界。畜生、饿鬼，哇！这个物件，不是你讲生活，不是你讲这个，不是你讲这个文字上、经典上，是你讲咱心肝内、心中的生活界。哇！人讲这个一粒心善食天堂，一粒心恶食地狱。天堂、地狱拢在咱的心肝内，咱甲看，咱这个心的一个归宿。咱若拢拢伫做好来讲，伫修行找着真理来讲，找着咱的自性来讲，就成就四圣地。阵啊，如果做了无好，就遭拄三恶道。啊，若努力打拼赚钱，变富贵来讲，就遭拄天人阿修罗去。是毋是？拢伫咱的自性当中，咱就啊，会记哩。订购的仪器的时阵，228连休三四天嘛，对吧？看机会去厦门啊，泉州去行一转，看一挂老朋友，哦，啊，结果仪器中途要出门，啊，十点的时阵去找阿斯莫多啊，甲这个台胞证，我会记哩去下去这个毒啊下，结果毒啊迄个钱空地着了，咱找无，今日我无。拿出来，啊，放伫房间内，再搁去房间找，看看我搁找无，吼，即当阵若找无，啊，中途就煞变出门啊，吼，开始紧张啊了，开始紧张，你台北一天干呐拢真冷，啊，一紧张呐，惊你袂当出门，惊你找无尔，会热无？会寒无？袂寒。袂寒，身躯开始发热，啊，吼，开始发热，紧张呐，你开始热起来了。啊！你看，咱甲看，咱这个心就开始热起来，开始紧张啊，吼！啊，心开始紧张，开始特别对待啊，是安怎找无？到空得倒呀，攻来攻去，迄无平静心，无清净心啊，走去地府去啊！明明咱个伫橱仔内底，啊，伫橱仔内底好啊，干脆规通个册甲搬落来，一本一本甲掀，压夹你中啦！会阁热无？会阁清空无？佫袂赢啦，吹着啊啦，好佳哉，足欢喜个。太奇怪，咱人个心才奇怪吼。啊，所以拢伫心伫先。人讲一句话讲吼，小美好无话，小黑好无啦。嘿，听着你尔吼，啥物较歹听个话拢干袂出来，野狂啊！等下吼，即个心情起伏时。啊！我讲话奈遮粗鲁，啊！我讲话奈为啥物做甲遮尔啊？遐拽做啥物？讲话讲到遮拽创啊！哇！佮开始反胃啊！吼！所以一念心善食天堂，一念心恶食地狱。咱来甲看即个心，一个影片真趣味吼。咱以后一摆去即个啊泉州嘛是七八月啊去的时阵，去年六月五五月去的时阵。结果，你爸妈一直在咬吵，一直咬吵，要甲拍，甲拍袂完。结果想想者，无形代志就比爸妈就比代志，就比者，我甲你为何无相干？你莫吵我，我莫吵你，拜托拜托，咱
修功德的人，真正慢慢过来甲你查，吼、哦，佫讲一个，迄有一个哎，日本迄个水之道那个和尚博士，江本，迄毋知是啥博士嘛吼，对对对，就是想袂起来，啊，结果伊招足济人吼，你甲这個。一个湖吼，讲好澄清，啊，结果大家见人吼，汇集他的那个念力，啊来读经，啊读经读经无偌久了吼，可能过一天的款，啊，迄、那个湖才清，真正足无简单。啊，甲后来佫看到一个，像着一个讲，一个做餐人正犯病吼，结果迄鸟鼠足生得人。遐甲你加，遐甲你加，食唔食哦？完了食一半，安尼甲你算账。结果这个做餐人讲，鸟鼠拜托拜托，你要生活，你要过活，要生活，我嘛爱，你要活，我嘛爱活。我要赚钱，即个用品我要生存，我要卖啦，吼、哦。你若要食，你对这边，啊，对拜托食，食好先起来，我参详这里，我尊重你，吼、哦。这边开始食，头头啊食。啊，其他的莫加插着。啊，鸟鼠有听伊话无？哦，真正有听伊话。我是无，我伫早起才想着尔。啊，无准备这个相片，啊无我来拍相片来看。迄、迄、那个啊，或者花白，这个有人看，这个脸，安怎讲？安怎讲法袂？啊，人见迄、那个韩志玲啊。吼、哦，啊是讲这个鸡仔灵啊，吼、哦，上碗一碗安尼，啊结果，都真正听伊话一碗，伊才开始食起，所以万法拢拄咱的心生出来。这个也真过时，啊无来。无来这个大吼，先来试看这个播音播放程式看啊，当拄好无啊，所以吼做放心，会使暂时啊，这个较灵啊，较无顺时顺利吼、哦，所以，即一个故事，啊，伊伫啊石上，伫石上，结果一只和尚安尼对伊个吵闹，伊个吵闹吼，啊，伊个心安尼真，就去互吵吵，吵到挡袂牢，吵到挡袂牢，就收起起来啊，就去倒甲。
你感悟真厉害，一刀尔，将这只弧形甲破做两条，啊，结果这个弧形吼繁殖力真紧，啊，一只变两只。好烦恼。一只变两只，啊，继续来甲插。好好好，可以太完无？太完。一只太完变两只，两只太完变四只，四只太完变八只，太完无？太完。啊，主要好是看到迄、那个壁迄幅图，啊，看到迄敢若一只弧形，啊，迄、那个爬过迄桥啊去，啊，煞来去伊咯。受拄迄个念头，就受拄即迄个真优美的一个环境，一个美好的环境。啊，所以看着讲，迄亲像迄个雪安尼吼，紧落来，紧伫飞安尼，伊的念头就已经甲即个心能转进，心转到即个环境，吼、哦、啊，未去吼即个心甲咱牵，未去吼即个啊，呼吸甲咱牵去。啊，呼吸，啊，伊敢若甲看到迄个心念理解去印了，啊，也袂无伤。人海上老君伊安尼讲，伊讲人以万物同体，你不能无伤，是安怎？因为咱人无七分之心，咱人有七分之心，以万物同形来讲吼，啊，咱就袂去互相伤害着，咱就当相安无事。所以。心会当转咱的环境，这是咱的一个想法界啊。好好啊，大家体会老师甲咱讲，修道修心，万道尽心，拢是伫咱的心念之间。咱的心念，咱来讲心念嘛，知足，啊，就一个欢喜心。心若简单，世界就简单；心若复杂，这个世界就复杂。啊，咱的路就崎岖不平。哦，所以咱的人生就是靠着咱来经营。啊，这粒心呢，就亲像莲子讲，加名而起，加一提名，咱就拍拼要做善做好代志来讲，迄就是亲像这个圣人之道，亲像咱领领哦。啊，即嘛就前两天就敲电话，礼拜要开一体位班，啊，就敲电话就甲咱通知，来讲出通知，啊，就咱安排工课。啊，坐开班尔，啊，一天光尔，一直烦恼讲，阮道务要安怎来办，要安怎来申请。啊，伊一般的生理人来讲，天未光尔就开始伫拍拼，要传做生理，要起床，要上班，要做啥物企业，哦，所以过年里去煮煮里里食，接天道呀，一般的生理人吼、哦。所以圣贤甲生理人的差别就多呀，分开就是利益三利益。咱一心为着咱的姊妹，咱就是圣人；啊，若一心为着咱的事业、赚钱、家庭、一家大小来讲，你就是一般的圣人啦。哦，差别一只，看咱用心经营一道业，咱的成果就是一道业。所以理念一个正确来讲，咱要安怎来经营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有意义。哦，这就是咱今仔挂好下着一代树阴面，好好啊，把握来去早，不如来去卡，互咱拄着咱来好好来把握，来适合这个阴面，搁再来生命意义，对啊，啊，头下讲二月二七，啊去大陆去甲咱是姊妹大家结识面，结果咱是姊妹大家来吼，讲真侪困扰代志拢足侪。去年拄到两三件，讲结婚无偌久了后，无结婚咯，去甲夹着人迄有夫之妇，结果生两个囡仔，啊生两个囡仔，啊这个有夫之妇，哦，因斗阵的，啊就
用意思哦，啊，食薰啦吼，啊，着迄、那个创家咧乱七八糟，啊，伊挡袂牢，伊安尼糟蹋，啊，结果离开，离开，啊，着代志足大咧，足侪代志个，啊，两个囡仔细细汉仔，寄伊老母饲，啊，即当阵安怎了？着下个劝讲，好，你即摆离开伊好，啊，但是，伊时啊上一间班，暗时啊上一间，一间一项班啦吼。一个人上两款班，有著要培养两个囡仔，牵连著足复杂的代志。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嘛是，迄两个囡仔嘛是，无老爸呢。啊，阵若搁这，阵若讲教育无好，搁制造社会问题。所以咱一个啊，伊安尼吼，那离开伊了，就人家讲，我紧啦，你安尼即嘛是百八十块。你以前是心灵之苦，啊，但是百体之苦，稍微活咧一下，等两个囡仔生成样大汉了，你就快活。啊，但是你就爱作小心咪，以后这个婚姻代志，咱来精心做决定，吼、哦，因为时代社会无共款啦。较早呢，媒妁之言，媒人婆仔就讲。讲好尔，啊，着好运着嫁着好个；讲若歹，着嫁着歹。啊，但是一世人着嫁互伊啊，对着伊啊，迄着是命运认命。但是即摆无，即摆社会无共款，哇，斗阵无偌久爱分着来分，啊，甲着下甲比如讲甲分少啊共款，真真啊，来甲迄两对做伙，后个甲迄两对做伙，咱着毋是人，咱着毋是即个分较高个，咱是。人易于禽兽者兮，道德哦，咱甲禽兽无共款，就是咱有道德，咱有廉耻心，咱尊贵的道德心哦。所以咱生命意义就下去啊，甲大家分享来讲，啊，就是予伊一个真正健康、健康的一个啊生活啊。咱会记咱就啊，恁国小的时阵啊，读册哦，迄个讲台边两边。故为一篇一下歌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和做具体的生命，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。以前国中的时阵，爱学下落，看这两句，看了做艺术，但是无了解内涵，哦，啊无了解内涵，啊即摆想起来，真正是咱伫扮演的角色。过一阵，咱若有去度人来讲吼，咱家己真正快乐的人生，成功了完，啊改变咱的命运，啊所以，咱感觉讲，咱改变咱的人生一世当中足欢喜的，敢若亲像去年有一个福鼎，伫福州北部的一个福鼎，咱在二年前去开放的，啊伫即个2006年有一个啊道亲。去带一个听唔捌国语、看唔捌国文的，吼、哦，就先去参加国讲班。啊，听唔捌、看唔捌，人欢喜，伊也对人欢喜；啊，人悲伤，伊也对人悲伤。对着生活的，对着咱班团的气氛，安尼去行。啊，迄摆伊国讲来见教导，啊，教导了后，啊，转来。五天回来了，回来福建了吼，足认真拍拼度人，足认真拍拼伫遐收排刀，吼、哦，啊也愿意布施，因头家做迄个爆破公司，拄拼急的爆破公司，因为伫阿未求到前炮进前破山三百，破山迄个崩落去啊，崩着一个人，跌死一个人，咱阿未啊，结果破山三百。啊，自从伊大人迁后了后，哦，啊，着即摆着较危险严重诶代志吼，伊边仔着敢若先了底下咧提醒，明仔载伊工程吼真危险，你着爱甲恁头家讲吼，爱较细腻者。啊，结果因头家则无爱甲信，嗯，后即个代志你则比我较慢。啊，结果咧，反正讲伊做即个工程诶时阵。不过吼，太太安尼讲，总嘛是有道理。我总是较精神好。结果迄间个工程真正危险，好在伊吼平常时啊有经验，啊处理甲真好势，啊无去发生着人命。啊，继续安尼去做来讲，
啊，拢有较危险的工程，啊边仔就先问伊来请，啊结果拢安尼真顺利过。本来丙级的，升到乙级的，即马甲级的。哦，啊一路来事业拢足赚钱的，啊足赚钱的去一栋老厝，因两个某家己住，去一栋老厝，拢是某去的哦，某真厉害哦。哦，啊去一栋老厝后生住，去一栋老厝祖囝住。啊！伫三年前，啊，咱经理吼，请伊发落安排去即间福鼎的公共物件，七楼。啊，结果伊安尼安那去三栋啊，真有经验。啊，去甲真好势，有伊生意。啊，迄栋的即个太唔拢拢是破死的。啊，结果人伊大人，人伊破死，啊，人伊听道理，用心滴学遮个经理。啊，搁学唱歌，拢记伫心肝内。哦，安那学，看看录音，电影手机啊录音啊录落去，啊安看看听。上天作慈悲，甲咱关一扇门，就甲咱开一扇门。只要咱肯心，哦，所以即、這个旧年因新妇来甲咱顶人尊贵，感谢陈经理慈悲，甲我妈妈带入来佛堂吼，听道理。啊，即、这个学礼节学唱歌，有法伊个气质，伊个涵养，伊个个性状态，阮兜即摆足适合温馨。以前吼，大家拢爱听伊，一路无滚。啊，即摆吼，改甲足好啊，是毋是安尼？阮都改变了伊个家庭，是毋是安尼？改造伊个生命。哦，所以生命意义，伊创造宇宙过去的生命，啊，伊嘛度足济人，度足济人，即马来开班。你十年前，咱你十年前咱福鼎开班，即马开班差不多六七十个人，哦，真济人，差不多六七十个，要常常要对以前佛堂要对着啊。所以道运，以前人讲道运安怎转，咱就体会着，即马呢？了解就讲道论者，会听较遐尔吼，遐大家拢足爱听，大家目睭拢青筋伫咱听咱讲，吼、哦，所以是伊因缘，迄毋是咱一旦相信想象的吼、哦。生活目的去增进咱人类全体生活改变，吼、哦，亲像即个拜拜同款，引导生活改变，并毋是讲咱予伊物质，是带伊来听道理，带伊改变脾气毛病。天公立德，先分真自然就甲斗相共，哦，这是咱人生生命意义。第一点，日理归真。以前，就哈，啊，感觉讲这个日理归真呢，是敢那一本册敢那听，爱咱捌道理尔。但是呢，透过就哈，即摆安尼学习，人讲吼，教学相长，啊，咱家己嘛是厉害，食较老，学较老。这个为理归真，就是讲爱认识着真理，归回着咱的真元本性。哦，这个归真，这个真就是咱的啊真元本性。哦，归真者归回真元了，真元就是咱的先天，真者不变，元者素也。真就是讲咱爱回归着咱的有极微天。人讲一句话安尼讲讲诶。有了全力生智，主全力归智，吼、哦、心性翻天之初。上天生咱落来是本性是圆多多光足足的，但是咱落来人世间了后，变作咱去体验着足济脾气毛病。但是咱百岁年老以后，是毋是会当恢复咱的本性的圆融，回归着无极彼天？迄就爱靠咱来认即个真理，修持咱本来体其所无，还其所有诶，本来所有诶，爱甲回归倒倒转来哦。所以咱若要回归先天无极，一定爱来认清道理，所以叫做认理归真。透过文字，咱会当领悟着文字内底诶内涵。伫咱来对道理一个认识，巩固着咱的一个修办道的一个道心理念吼。所以咱来探讨了，如何咱来体会，再来去尊重祖师伊安尼讲，
妄念起时，起时就是生命之根；妄念当时就是轮回正止，是为后天。咱道中安尼讲，迄真理三教的真理是拢共款。你有教净土宗，啊，有一个啊老菩萨，伊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迄净土宗在念阿弥陀佛啦。啊，当当伊念到转去的时阵吼，家己破破会知影，啊，伊就请因遐个莲友，净土宗请当时有种莲友，咱道亲吼，咱有当做道亲。而且遐个莲友，大家来助念，啊，助念嘛有迄个真庄严的道气，吼，大家做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做一念，哎呀，足祥和的，啊，心嘛足柔和的，安尼慢慢转，慢慢转，啊，就安尼要起去，要起去的时阵，则想着啊，免念啊，免念啊，西方三圣走遐，真乱。大家助念，大家拢足拍命助念的时阵，西方三圣要来接引转去，引转去迄、那个啊净土宗，迄、那个净土的啊净土的迄、那个啊正地吼。啊，结果伊一个念起的时阵，我唔爱叫，奈无转来送我。我一个念起尔，三圣走遐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无搁法度回归伊迄净土。无急情吼，啊，所以伊就过一段期间了，伊去甲遐个莲友讲，我吼，可能是礼拜左右，我要过来转来要往生啊吼，请恁大家过来助念。啊，结果就开始过来念念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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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了，啊，伊就来起起吉祥物佛祖的迄、那个啊缘起，也就讲展现吉祥物，讲伊是一个登道一个圣地啊圣。真好的一个啊，一个所在啦吼。即、哦、就是讲，咱一个清净念起的时阵，一念一动轮回种，一境即刚生。此间若能分明了，常为神仙不为人。拢拢是咱的一念去做主，咱的念头升起来的时阵，迄个轮回种子。啊，咱的念头呐，回归于清净的时阵。无极立体是清净的，无分别的，无对待的。迄咱的心甲无极立体相通，那安尼咱就回归咱的无极立体，有一个圆满的、非常的一个基础和根基。这是咱啊，顺从做出给咱安尼准备，给咱做一个启示吼。咱赵老师慈悲，咱。不仅一番寒彻骨，一朵梅花扑鼻香，咱知影安怎来无？啊，咱还袂去学着这吼。诶，这毋是歹势代志，无要紧。后阿妈甲前两年入来道场三十几年啊，甲前两年才去学着。人讲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有一天，这个黄檗禅师，伊一个净坛母，伊就来名净坛母的。丁罗剑法苏飞翔，金白星条做一番，不经寒吃骨，为天地梅花扑香。哦，咱安尼来探讨这艺术家，这个写，这个过去的修行者，伊安尼讲吼，真艺术。很高兴。丁罗剑法苏飞翔，金白星条做一番，做一条。不见你看韩德君演得梅花扑香，伊的意思来讲吼，较早老佛陀唱一首歌有无？做人的辛苦也真艰苦，早早去困着晚晚起，烦恼少一去娶无面前，烦恼少个要嫁无嫁真有啊？晚晚去困，早早去。咱安尼吼，遮的工课有够济，较早。阮太太伫上班的时阵，啊，我著爱家己要爱食三顿，啊，家己煮，啊，要煮一顿食，啊，穿足侪时间，啊，搁洗菜，搁切菜，搁炒菜，好，工作石头足侪。无做家庭主妇，唔知家庭主妇的辛苦。
啊，无做即个先生来讲，有咱先生外口拍拼辛苦，遮个代志够济，吼、哦，顶落就是讲遮个人世间遮个代志有够济，吼、哦，要减缓减缓，就讲要甲拔开来，即件代志无简单，吼、哦，咱先来看一个影片，即、這个影片。讲吼，咱人生一世人，本来吼无这个文艺解说的时阵，就下去看无这个意思。啊，但是吼，啊，不过另外一个版本啊，有这个解说了，原来伊是伫讲这個，伊这个碰西吼，就敢那咱人的头啊，讲讲这个电脑同款，咱人一生吼，拢是伫努力打拼，大汉结婚生囝。咱的事业，吼、哦，就敢若伫车放车同款，啊，这个放车愈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对迄、那个随随到这个探卡落去。咱人的事业愈做，事业就愈大；咱人了事业就愈做，咱就年纪愈济，吼、哦。啊，透过安尼，啊，咱人辛苦袂行，咱的事业啊，搁有这个啊。诶，即峰回路转，有一个巅峰时期，有衰退时期，有一个是以好诶时，是以歹诶时阵，安尼，咱诶事业有阵时啊真赚真侪钱，有阵时啊破产，啊有阵时啊会即个爱投资失败，吼、哦，所以敢若伫车况侪共款，愈车愈侪，愈车愈侪，吼、哦，咱人诶心，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钱人通侪无？无人通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是同款，愈下愈下愈济，愈下愈济。刚刚进前一个摩索的董事长，五十几岁，十七年来一天用十六点钟安尼努力去打拼，啊，结果啊，五十几岁了就财产几啊亿，五十几岁就过身去，眼睛用身体来换钱，人讲身体用的时，用身体来换钱赚钱。啊，当当，咱人食老的时阵，再换钱要来买咱的身体健康，敢买会到？无一定买会到。所以，这个阿婆嘛是足努力打拼，虽然经济歹，啊，伊嘛足努力打拼去做，打拼去，这个车况是。啊，当当无爱的时阵，事业无好，啊，或者是身体无好的时阵，伊还佫有放弃。用伊辛苦的头毛，头毛做个做个做个落落个车，即敢那啥物货？即敢那家家己的不动产来贷款，啊来贷款，啊你搁投资袂起？明明咱的时机歹，明明即个事业企业就袂赚钱啊，伊搁家己的财产搁抵押，搁甲投资落去，结果呢，破产就是安尼来。啊，即卖想要放弃啊！要放弃，想要摕这个剪刀，啊来甲剪剪只头发了。啊，但是。
是迄控制已经随甲迄个，敢若讲有做投资真严重啊，摆袂过转来。就咧拖落去。好运留着性命，啊，但是着甲伊个控制点。但了无爱，身体健康，老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哦，我好好啊，快乐过日子上重要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讲咱的一个，做一个甲咱提示着。这就是因何解脱思维上，啊思维上，啊今仔日要安怎做再等。啊，甲这个工课甲拔开来呢，就爱赶紧甲梳头做一场。什么梳头？《法华经》内底有讲讲，大白牛车、白牛车、羊车、鹿车，这是表示讲伊的三善修法。大白牛车就是咱今仔所修的一佛行，吼、哦，白牛车就是上行。羊车就是这个中行，鹿车就是小行。啊，今仔咱伫修这个上行法，大白牛车，咱拢是大白牛，有力，啊，佫有智慧，哦，所以法华经安尼甲咱比喻，啊，咱少年的时候，捌牵过牛，请举手。哦，几啊位捌牵过牛啦吼，啊，牵牛是牵对，牛好。牛皮对无？啊，皮头倒位，牵牛，牵皮头，皮头倒位。即摆牵入去修行来讲，皮头倒位。头头，皮啊头。明师甲咱指点，皮的源头，皮祖。吼、哦，皮的源头，明师指点遐，赶紧找着明师指点遐，叮当入室。今仔日，咱入来有当是伫创啥货？你讲啥？找到咱的心性的一个根源，好好来学习办改脾气、去毛病，啊，把这个代志，把咱的心性安顿下来。讲叫做在庭不染庭，当何其刚合其庭。虽然你厝里做袂，啊，但是也心里乱里烦。啊，把这个工作做好来，但是。我心未烦未乱，迄号做减法，这件代志安排好势啦，哦，啊，不见一番寒铁骨，沿着梅花扑面香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心路历程过程。请问小姐好做，妈妈好做无？妈妈无好做吼。排一个八道排十个月，咱去福州办迄个生活营，啊，一个人一个每一个十个十个拢同款，互恁体验。妈妈怀胎十个月，排一个水球，早起上课开始排，排一天哦，袂使弄破哦。吼、哦，做妈妈体验妈妈辛苦，真无简单体验，甲这个啊，买阿妈的瞬间落来讲，啊，这轻松的。你那生落来足轻松的，足轻松爱换十个月怀胎，吼、哦，啊，搁这个三年服役，爱饲了饲三年，吼、哦，十年养育，二十年教育，人讲，咱以秀大先讲，儿生十里行，娘心千里随。妈妈爱捏腮捏腰，吼、哦，啊有啊，即卖嘛变做公公保姆。以前吼袂晓换裙啊，即卖抱着娘，啊娘摕落去脚摕起来呢，安尼嘛得换裙啊。只要咱肯做，拢发到。啊，经过这个代志了。不知你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？咱若做过，啊，咱有一番的感受。这个囡仔，昨暝、昨夜的，遐个孙烧钱要甲咱困。
为什么会？因为阿公阿嬷读书，阿爹孝顺，迄老爸老母较严，所以拢会夹阿公阿嬷。啊，而且是咱拢带大汉的。即卖我的职业是啥物事呢？阿公保姆，再去载两个孙，阿搁送三个孙，两个去幼稚园，一个去国小，啊，两个对双的。因为爱来你厝的工作爱做嘛，啊，我甲这两只早起先分批洗来洗去，互伊较轻松，就当做工作。即卖食饭时间，搁带这两只，若讲变较无咧，啊，真正听，真正。那么好天带去公园啊，行行，去外天，啊，那么看电影，啊，那么坐公园，真正变较唔知要啥，迄个是啥？咱的一个心路的过程。咱妈妈搁较辛苦，较早太太咧带囡仔的时阵，较早听孩子，啊，搁伫咧真，伊个一个先当，我拢足辛苦的，吼、哦。迄就是咱经过，透过咱的咱感受会当到的，会经过过程，咱修办都同款。咱囡仔爱为着咱的事业拍拼走动，而且嘛要来修办都，休困的时间拢要来修办都。迄是精神上的流失，互咱足欢喜心。所以咱天道地主，每一个人修愈学愈修，每一个拢真滋味善果，每一个人拢足吉祥，正好看、正好看的一个面吼。迄、就是咱得到玫瑰福平安。第二点，就是咱的一个修道的年龄。今仔日修办个精神，人讲会经内底人讲上吸法以养慧命，下吸食以养性命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嘛是同款吼，修理念是咱修道的能量。咱修道，咱还有一个精神，一个资源的良心，理念是咱的良心。办道，我爱办道的一个第二招，什么叫第二招？请问咱厨房做妈妈的前线，咱迄个切菜的菜刀，迄个菜切到爱有气的时阵，菜刀有来无？无来啊啦吼！啊，是毋是迄刀尖爱甲刮偌济？啊，刀尖刮偌济，啊，迄菜搁做好切，有一工啊，我迄个家己早起要煮饭，要切迄个啊素肉干吼，要切来煮哦，爸爸食，把煮饭爸爸食。啊，结果切素肉，加加番菜都较炖，然后就无少下手，去甲刮，去甲刮刮刮切咯，切了搁真好食。啊，阮外婆啊要斗煮食的时，哟，那办？菜刀很好切，你切你磨了是不是？哈哈哈！哈，一年帮忙的，伊蛮晓讲，我晓讲讲伊话，啊，一切啊是知影，对无？迄菜刀用久了会炖啊，修板刀嘛是同款。今仔愈办愈办，咱安那爱迄个理念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啊，咱也爱努力拍拼，迄种深入内底本意的内涵意境，咱才有迄种的欢喜心。理念就是咱修办道的一个，敢外道外大道就同款。哦，理念若正确来讲，这个欢欢喜喜；理念若无正确吼，爱爱杂杂。所以，哪会阁叫我？啊，总是轮到我。啊，迄女秘书的，哪会阁叫我做？女秘书好，无畏师消咱的业障，好来作好啊，哪会唔好？哦，所以今仔理念正确就考会到。咱修道理念正确，可以切记予你有始有终。修行学道，无非就是伫降伏摄受咱即个妄心，哦。咱的妄心有阵时啊，咱即、這个啊，拄则入来的时候，面面角角，三唔好，三面唔好。比如讲，就行来讲，较早伫带即个文理班、经典班，一年袂使请假三摆，请假三摆，请假。请假一定要有理由，若无，甲你开除，吼，咩咩甲甲作业的，安尼袂使，吼，咱想过迄个咸
咱想过不要替人想，迄、那个心想安尼绵绵甲甲安尼袂使。有一天爱上中心文章开馆的时阵，咱就先拢讲过一阵年代滴，巧克力好食，迄、那个咖啡好食吗？咖啡好食吗？好食，啊！那纯的咖啡好食吗？纯的无掺糖无掺人真好食吗？爱食，苦苦无啥人爱食。吼、哦，啊，是不是爱煮啊掺煮啊好的巧克力，干来糖再好食？你哪里要求作业的来讲，迄个较纯的咖啡较快。无啥的人接受，啊，但是咱就。咱爱把心爱含糊落来，爱圆满，爱立足圆融。啊无，咱要安怎带这个团体？咱要安怎把这个团体办了的方，这个方法，要安怎会斗阵圆满？迄咱爱用一点仔头脑吼。所以今仔天地方咧，安怎才会当优秀、优将、导图，才会当把家己也修甲圆满吼。今仔若无讲切记学咧，无要求来家己来讲吼，那安尼无法度得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吼。反倒力量健康可以大方做到无怨无悔。咱上尊老大人伊讲，尽德不尽怨来讲，叫做无德；尽怨不尽德来讲，叫做无功。咱欢甘愿做，欢喜烧。欢喜受咱啊，任劳任怨，好好啊来做，来消咱的业，吼、哦！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咱拢无迄个任劳任怨安尼来做，吼、哦！所以太上老君伊在，就这篇书伊在安尼讲讲：习性灵，行不言之书，不言之教，处无为之书。咱拢无为而无所不为。卖计较伤济，卖分别对待的心，大家好好啊来相处，难得做伙。人迄阵安尼讲讲，咱当斗阵来讲吼，啊，百世修必同存度，咱即只法存，咱今仔强度即只法存来讲，迄是过去十几啊世修来。咱来好好啊，拍拼努力来做，那安尼，咱就有办法方便吼。这是咱这个啊，咱的一个办道的一个理念，就下来请问咱一个问题，考验咱做一个比赛，互咱了。伊讲千锤百炼出青山，烈火焚烧目顶寒，粉身碎骨。拢无怨，留得清白在人间。有一项物件，建筑的物件，抹壁的啦，抹壁的，抹壁的哦，吸水分的啦。哦，迄差不多要抹，迄个石灰，哦，石灰，哦，迄石灰吼，石头放的，啊，甲抹粉来，啊，经过甲研了后吼，啊，制作了后。啊，就变作白白的石灰。人建筑、人抹壁、人拍吊顶，拢爱用迄石灰，吼。迄敢若咱的自性同款，咱拄无及你天连山落来，落来人世间，啊，一定爱经过一番的修炼了后，吼，粉身碎骨拢无完，吼。啊，留得千遍，人讲叫做万古流芳，甲咱的啊，一生红尘的一个地名。美好的名声流传在人世间，哦，一流大人，大人甲咱安尼自卑甲咱讲讲吼，咱修行学道爱经过一番的磨练。咱院长，咱迄个辩护主伊安尼甲咱讲，伊讲听从讲大人的书言咧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靠物其身，所以动心忍性，精益其所不能，甲咱磨练的。一流大人甲咱用这个物件，松、梅、兰、竹来甲咱做比喻，修行功夫，爱有这种的功夫，亲像青啊、树啊呢，迄种的境界真润，吼、哦、啊，拢规年拢青青，有迄种的坚韧的心。
敢若亲像咱即个君主同款，面夫子伊安尼讲，讲咱即个修炼君主，伊讲居天下之广居，咱修办都像即个王安尼，伫即个游戏人间，吼、哦，行天下之大道。今仔咱是祖师爷地主，即个万佛的地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传的是真理天道，啊。感觉甲圣人共一个非常的英雄，吼、哦，行天下之大道，立天下之广基。伊讲德智，今仔若有这个机会，甲兄弟姊妹大家共同鼓励、共同勉励。不得志，伊讲威武不能屈，威武了吼，就敢若讲这个青仔树同款，去做坚韧安尼，吼、哦，袂去屈服着。贫贱不能移，就敢若这个梅花同款，吼、哦，寒天的时阵。越寒冷，它越开花，冰雪而不怕哈。还有说贫贱不能移，啊，亲像兰花，居幽兰，啊，居深谷而人不知与不愿，啊，以前你讲迄种的高级的圣洁，哈，阿妈讲讲君主富贵不能淫，同款，如得一空心，得到一空心哦，因为虚心得到内底，中空有寂。对啊，一直伫体会，这是甲咱启示啥物款？迄是甲咱启示咱的一个本性，咱的道体，吼、哦，爱虚心。敢若讲像着竹啊，伊安尼伊一直往下扎根，啊，迄下底迄竹杂，拢一节一节一节一含一含安尼吼，足大个。啊，长度愈大的时候，咧含就愈大。哦，咱嘛是共款，你做任何代志的时候，讲吼，创业为。艰艰苦，啊，等当所业所成不易，哦，啊，咱迄个伫讲咱的一个本体，甲底下的行心同款，底下有特色个，本固成德，心康直真，哦，迄是底下的特色，啊，嘛是咱修行人的一个特色。这一张大字，伊安尼甲咱照物件，就安尼甲咱提示吼，这是咱。修办道的信愿力量，最后咱来做一个自我的检视，做一个反省吼。这个反省呢，咱因为别人讲，咱真无欢喜，啊，咱家己来反省，咱是毋是你安尼做？第一，咱有不爱苦心无？先心流露出不爱苦心。对啊，去年去迄个晋江泉州的时候，我甲遐团主一个阿婆讲，咱人讲夫妻同心，啊，做伙努力拍拼做，啊，眼神交互着亲，就来招呼着亲，吼、哦，咱的诚心接受引众而来，咱的热心来做，安尼斗阵好好，阿婆好好，啊，咱的热心的心，这个所在就温暖，人就爱来，对啊。二月二七去二八，你这个厦门走三位，啊，初一去到这个啊泉州，直接就去去一个两个道场，因兜一个八十岁老人，八十岁老人吼，啊，看起来比阮爸九十五岁较老，无食菜修行，看了真济会看，啊，结果耳孔真重，然后就拍个耳孔边啊，甲伊讲话，啊，甲伊讲话讲问好，老伯你好。我去年来看到你身体很硬朗，今年也不错，好，你也很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还要特地要吃，还水果要吃，把菜安尼点出来。结果我问伊大姐，奈安尼欢喜感动家呢？伊讲，伊甲因大汉后生住做伙，因后生精神无块好，拄好拢家己好当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甲因小弟。做伙做生意，啊，有去做场面，啊，还是上来做场，啊，但是无法度，迄个照顾因是大人，所以因是大阿介同伊做伙。啊，咱去的时阵吼，啊，真欢喜。啊，要走的时阵，啊，行到门口，啊，就伫甲你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我讲，要叫我上到门口，安尼真好，啊，我就要行。啊，伊也对阮就来到三楼。我老婆这样子就好，老婆这样子就好，哈。啊，结果佫加屁，佫行，啊，就佫行到57公尺吼，啊，伊佫行来，
哦，安尼就好啦，哎啊，啊，结果有迄个细汉老师，他们要送你，我们转弯他看不到，他就回去了。中央记者将伊讲，接受迎受往来，尽善其所啊，不能也，所以容也能也。我甲伊囝讲，这就是中国文化，恁老爸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实相。即卖人真少安尼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有无爱考试，有安尼流露出来无？迄就是咱的一心，吼、哦，一是点第二点，固执己见。以前就安吼，侬这就是真，这就是真，两就是两，一定安尼。但是固执，人无人要甲伊试，无安尼一般，啊，咱家己爱，家己爱潜移默化，吼、哦。想办到，不是你要求别人，是你又要要求家己。啊，讲想讲得，无想无得，是改咱家己哦。气质变咯，咱个气质变咯，气质若变，咱心行会落来，咱会慈悲、感谢、过世啦，才会物件时时挂伫存在。这就是气质慢慢，咱是因为咱相由心生。咱心花来，那你潜移默化那个改变的时候，那你流落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啊、哦。所以气质变化，第四点，批评，批评论断，有无？今仔日这个江苏真难讲，今仔这个表弟了讲，哈、哦，啊，咱拢做厅长，啊，咱拢伫共裁判，这样是不对。道理是予咱听。咱体会，咱要含糊咱的心，咱要来度人，咱来改变起毛病，讲伫咱的心肝内。天不言，地不语，咱人大天宣化。咱拢去研究圣人的话，咱拢去研究，咱讲成圣言，啊，大家来做参考，自我的持续能力。咱要讲好听，咱家己嘛爱安尼做。咱要讲孝道，家己无有孝，讲会出来吗？咱时常伫讲东家长西家短，安尼来是非搬弄是非，制造粪扫，安尼要来讲道理，无啦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咱家己爱家己精神，兼松兼辅助，伊讲出乎儿子，反乎儿，做一个因而佫得一个果，咱知影三样变化。秦始楚燕韩赵魏，战国七雄的秦国本来是上势，结果用商鞅，伊变化，啊变化了变做七国上强的，啊上强的结果伊吼，伊的迄个言行进化，啊一竿子得罪着伊的啊国丈，太子的丈人，啊结果秦孝公无继续和迄、那个。商鞅做的时候，啊开始商鞅就开始恨啊，吼、哦，啊伊迄个号太子就开始来对付伊啊，啊对付伊啊，结果呢，互伊，伊就开始走，啊去走啊去走到迄个边境吼、边疆吼，讲要过关啊，未过关啊，迄、那个叫点离邪，啊点离邪，商鞅伊家己规定讲吼，要点离邪一定要有证件，无证件嘛，老唔敢收留。敢若李霞，敢若要带李霞，同敢若收文钱进去共款。结果，你要去遐李霞歇睏，伊讲我是商鞅。啊，结果迄个李霞头家讲，你是商鞅，我是秦孝公，我是国王。开玩笑，你是商鞅，商鞅这边啊，像你遐浪费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外口透明走去互抓着，去互抓着，互判车裂之刑，四脚裂，拖死。花两只脚，甲两只手，爱家己数码分析。迄号做出乎儿子，反乎儿，即、這个言行进化是一定的。啊，所以咱伫修佛道当中，咱无资格好伫共心看到啥物啊啥物啊。好歹是非功过，等去无就一天了，上天三观九窍，甲咱看甲清清楚楚，光明论断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无即个资格，咱无共论断。第五点，循规蹈矩，咱有照规矩，你行伫修行办哦。
那照规矩去行，那讲咱拢老师会好道理。啊，就啊，你以前无法行，几十年啦，希望大家做伙挂号，啊，大家就规矩一直就好啦。结果就是几个，伊刚刚买挂号，啊，无就是要坐后边，挂第五号伊甲你坐上尾一号，吼、哦，迄就是无守规矩。啊，但是迄咱也无法度讲吼，啊，介。贴画面啦，吼，很歹看，吼。啊，第六点，金花好胜，居功自满，咱上过自负，吼。啊，即安尼比赛，上过哦，讲叫做贪功，安尼上过着上安尼个人，吼。所以啊，即吼，真济咱就甲卖讲啦，因为时间上吼啊不足，啊，所以咱就下个月是准备要收丰富个一个内容，吼。啊，真侪，咱就卖去讲。第三点，服从形象。伫民国77年的时阵，咱接文书领天命的时阵，啊，时阵老大人问在座，才接文书。比如咱在座点文书吼，各位准点文书，请问咱收到有形象无？有形象的请站起来，结果一半人都站起来。啊，收到恁有形认为有形象，唔是对啊，讲对啦吼。收到无形象的请站起来，结果一半人站起来。无形象。好。阿咧，我请问你，今仔日你做点传输？喙手好好，吹毛槟榔，头毛散散。你这点传输哪安尼？啊？你这点传输哪安尼？收到有形象无？太有形象了。啊，你大家嘛，听住。有啦，有形象啦，吼、哦，有形象，啊，但是。咱修，咱后下讲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咱家己爱注意，咱无去着到这个形象，唔对的形象，咱无去着到。有一天，这个时阵老大人去甲咱问好，伊问讲，比如讲，有一对阿公婆因家结婚前，啊，这个单亲的单主讲道理，啊，道理。你感觉真好，啊！即摆搬煞了后吼，啊开始就伫整理分层，啊太太就哪整理，哈、啊，切切量，道歉遮济，啊大家聊到收衣啊，啊聊到收好哈，啊拢啊留咱两个来收，咱两个来整理，哈、啊，再道歉，哪会拢教袂晓？啊安怎做单做拢是吼，哎、啊，迄、那个啊了钱了工的工课。结果一个道歉，拄啊好去落雨，啊伊今日又扎雨伞来，啊拄好要落雨，伊想起雨伞无摕着，伊搁我头倒转来，要来夹雨伞，啊看到两个摊主甲摊主夫人直接冤家，啊其实吼拄啊无偌好啊，迄摊主会识摊的翁仔某，安尼无，嘛是伫冤家落济啦，迄都无偌好啦。啊！你从安外来，我请问人吼，啊是男主不对，还是男主太太对，还是做亲不对？啊！你家回家看，啊？男主不对了，有的人讲男主不对，有的人讲男主太太不对，有的人讲先做亲不对。结果这个话就讲，你先做亲不对。这有道理啊！为什么问？因为咱人吼，伊来佛堂吼，无法度亲像讲这车安尼，一掀就过来。我脾气毛病，一激动，你道理是向全部拢改，敢有法度安全全部拢改？有法度啊，拢慢慢来改。咱是顿磨渐修，吼、哦，啊无法度坐落来甲改过来。所以，关注关注太烦，就慢慢来。啊！但是呢，真遗憾的就是迄个新道亲，
听一摆了就唔来啊，感觉都无好。咱就较少啊来听，收到是咱家己的工课，啊，你去着到这个现象，对无？安尼唔对，所以咱吼就爱有迄个智慧，啊，咱要安怎来想办到？今仔收去道理了解了，咱要来安怎来收？要安怎来教育咱的子女？咱爱有智慧，咱爱有经验吼。比如讲，咱一个师傅吼，带着这个徒弟，
啊，这是曾文公安尼甲人讲。最后四朝陪读，啊，咱就是讲，老师甲人讲，伊讲看咱拢伫道场扮演了真重要个角色，时时爱注意着，咱爱以恭敬心、以礼来面对一切个人事地物。咱的心结啊，头地带下来啊，迄气就通，就袂容易老化哦。心甲心拢对着健康，若无哪咧骄傲，一定必败。哦，咱下面如果讲德性就是不言之教，泰山不敌土壤，个人轻易悬；河海不敌细流，个人轻易深。咱人人会谦，比地下来讲，自然会当轻易跌。哦。泰山遐尼高，就是伊拢一蹦起一蹦起一车一车的土，竟然堆起来，伊也袂嫌你伤济。啊，遐个大海，咱大搁深来讲，遐就是啥物川啦、啥物流啦、啥物江啦、啥物河啦，一直流落去，伊拢无拒绝。咱人遐个八德爱学像安尼，心胸空广大，拢会当融入。哦，道德经讲悠扬乃大，所以才要挂伫悠扬乃大，迄毋是用看水的，迄是甲咱启发，咱爱有即种的心念哦。啊，袂使讲贪着遮的功德相，贪着功德相，贪着有形的来讲哦，迄就敢若亲像牛武帝共款。牛武帝因问达摩祖师，伊讲伊一生。做事多精，布施施斋，供养这精年财寿，啊，有何功德？偌济功德？那么祖师甲讲是无功德。对啊，一摆看文章，伊讲伊这个做事多精，去偌济庙寺呢？亲像迄个有空山无？咱才去过空山，去了480座的空山，功德有大无？哦，伊就是好运嘛，啊，伊才起遐济即个啊，三日一时，五日一暗，安尼起好是起好是，但是伊按照即个功德上是无即个功德吼。啊，佫谦虚是戒律傲慢上好的一个导师。若谦虚吼，人亲像潮水安尼淡如鸡，如谦虚，人拢伊讲拢无做，人伊拢过是较济，迄就是谦虚吼。哦啊，所以咱若谦虚心就先起就好，心就稳，吼、哦、啊讲的温书就谦虚，哦，所以咱两位顶每工哦，老师甲咱讲，咱拢爱面对各样的人，拢爱放下傲慢傲见，吼、哦，才会当最制造营造着咱快乐的丰富的人生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这个啊。咱今仔日即个课程理念正确，那安尼咱就到不了啊吼。啊，最后甲咱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：生计远景将良，一世的烟花无界；金铺白条失守，半世的千苦无归。即、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啊，伫做伙趁趁迄个啊。伫酒店啦吼，社食场啦吼，趁食的查某人啦吼，伊阵若讲吼，若即个三四十岁以后，啊找着一个好人家，将咱嫁，啊好好啊做一个良家妇女，若安尼吼，算一个真好规情的人，吼一时的烟火拢有眼，过去所做的，大家拢向前看，伊会当做一个良家妇女。但教育子女一个端端正正、健健康康的人来讲，但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人。哦，过去一时烟花物价就是讲，遐样拢过去啦，迄过去大家拢有过去啦。哦，啊，改过将新，天大的罪过，抵不了是过去。啊，改过将良，安尼就拢无解啊。哦，啊，颠倒变的，哦，金夫鼻头失笑，来讲吼，早早。即个甲安塞呐，离言来讲，啊，伊甲远离呢吼，啊来讲做无好啦，经营即个城市场所啦，酒肉风花风长月啦吼，风花即个雪月场所啦吼，啊安尼一半规世人吼，即个辛苦拢
有限。所以人讲，咱人生吼有上半场甲下半场，咱上半场很辛苦，啊，若下半场啊做了圆满来讲，啊，一世人就圆满。啊，上半场来讲做无好，啊，一世就是讲着上半场呐做好，啊，下半场后半世人做无好来讲，一世人拢化工也拢无效起，这个名声就无好听。所以爱体验爱健康。哦，好好啊，把持着，咱爱有一个坚固的这个道心毅力。咱这个人生比赛是看终点，终点盖棺论定。吼、哦，即摆努力打拼，好好改脾气，去毛病，啊，好好甲咱坚固咱的道心毅力，甲尾后转去盖棺论果。咱今仔日就下。你先从我的手头啊，再听一个主笔，伊讲吼，重症天盘、四五盘、四鬼拢着来啊。天顶天盘，遐个神吼灵，就是咱世间人啊，即、這个啊、地就是遮个幽冥鬼魂、山珍水怪，遮个拢着来啊，啊，甲即个圣贤、佛祖、菩萨，遮个拢着来人世间啊。啊！人世间伫即个大大个，修道的修道，做道的做道，烦恼烦恼，考道的考道，啊！伫即个大过来考验人世间来成就，啊！最后就是要登去咱天堂，迄、那个天堂有去比天暗光定果，所以讲做重正天盘，互咱们即摆过来重新。好地现代话讲，重新洗盘就对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一旦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啊做，以后结果人家丰硕的成果，登去回天面见母娘。哦，这两个人上好的时阵是姻缘，所以就来讲，咱接到这个天时姻缘人生，哦，得到咱人生现代道，一定要早修早行。再来天公立地方，好啊！把这时机用起，啊，咱未来时间是拄好个四点，啊，所以啊，伫这段啊，参参处处啊，拄好咱的资料啊，用了未当好势，真无顺利当中，啊来个不足的所在又啊过身哦，啊，唔嘛就讲啊，内底有一挂言语文词，会当予咱做一个体化。当就咱做一个练武哦，抛砖引玉，啊不足的所在，毋是都无好，多尊德贵哦，多尊礼敬天地敬天，非常的尊贵，是咱要啊表达无圆满哦，迄是要来过身。啊最后呢，敬祝咱过一年大吉啊，幸运如意，富贵双收，也。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哦，感谢咱各位前辈，再见。下座请起。谢真想是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那在主义的那三就是三十一。搁再来是咱唱歌的感慨和唱新歌的时间，现在。